怎么去练这个转体？你先把重心放在右腿，对吧？你数三拍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的重心一定要上去，就是上去之后，大家看，你的力量传递到上面，身体必须完全转正。三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必须完全转正，回出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你可以这样练，数三拍，一、二、三，在三的时候，手腕完成外展，身体完全转正，这三，啊，这三。四的时候先出手，然后再出脚。OK， 先做分解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四的时候把手挥出来，然后五脚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一定要知道动作的步骤和顺序，然后去练习。